大家好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又来了。我们来达乐钓虾场，这一次我们要来试看看素幼虾新出的王者甜品二，搭配王者阿波，今天用的是三分的。那我们用海老八号的钩子，再加上澳洲的杆子。那我们来接下来测试看看今天这个阿波它的灵敏程度怎么样。那我们等一下看看它的钓况看怎么样哦。
钓完喽，今天钓的还不错，然后今天人真的很多，然后加放很多，我们来去称看看今天用接近环三个小时有多少虾。先用王者阿波用起来，感觉他的讯息搭配今天团是真的还蛮敏的，加上虾场又加放虾，讯息快又蛮准的哦，蛮建议大家可以用看看的。那我们今天三个小时总共有1、2、3、4，三个小时快4斤。那我们来数看看有多少虾。台风啊！好，来数看多少只哦。所以今天总共有51只哦，那大家可以去买非常爱钓虾，他们出了王者阿波用看，今天用王者阿波又加上人爆满，然后又加放虾子，讯号真的蛮多。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哦，喜欢我们可以帮我们订阅分享，下一次再用王者阿波到其他地方去试钓给大家看看哦。